没错，我们之前早就已经那叫什么阿威好说歹说已经教了他非常多次了，他就是不妥协，人中之龙啊，所以才说了他是人中之龙啊，其他人都是薯条、啊。你是薯条、啊？对啊。是啊，就是只有阿威是人中之龙，其他人都是薯条、啊，那也没办法。那你为什么会知道薯条理论？怎么样，厉害吧？